电脑的好处吗？你需要任何资料都可以把它叫出来。你知道电话的好处吗？我需要任何男人就可以把他们叫出来。昨天你想结婚，今天又不想结婚，女人善变的恶名就是因为你这种人。是因为昨天要娶我的，今天又不要我的那个男人善变。要过圣诞节了，我想送一个礼物给小杰。那就送啊。可是我跟他都没有熟到那种地步。那就不用送了。可是送一个礼物又不代表什么呀。那你就送啊。可是我送给他又怕他多想，以为我暗恋他。那还是不要送好。可是我的朋友小卢都送给他礼物了。那你就不用送啦。他送我不送好吗？那你就送啊。怎么啦？看来我应该找一个果断点的室友。漂亮了，休息天到这儿来散散心、度度假，太美了。哎呀，终于到了，漂亮吗？哎，真漂亮。这些天啊，闷死我了，终于可以出来散散心了，真好。哎，史大伟只邀请我。这个制作人硬跟着来好吗？放心，他绝对会欢迎我。我可是带着保证赚大钱的投资计划，让他发大财的。那在你发大财之前，可不可以自己把你的行李箱拿出来？这当然可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应该我来的。哎，我来。哎呀，石董事长。好久不见，你真是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英俊了。等了你一个上午，我以为你赢红了，我不知道你是谁了。怎么会呢？我还是那个有龅牙。而且随时需要你帮助的方向。找你来啊，就是老朋友叙叙旧。这儿的一半都是我的，要不然就玩个痛快啊！哎，你
我以为你能红了。李朵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嗯，他是来跟我一起在工作，我跟他在学怎么样发展事业。不，我现在是他的助理，不是啦，是执行秘书。没有，我现在就是他的助理。 一路，那你现在还能适应？方小姐对我非常的好，有机会从基层做起也是一件好事。这样以后再做到巅峰的话，就更懂得珍惜，更懂得知足。谢谢你的鼓励。 一路，心是最重要的。你现在的心境真的改变了吗？改变了，它真的改变了，我可以作证，真的。嗯、报告董事长，我带了一个很棒的投资计划给你。啊，我度假的时候不谈公事，哎，我正要钓鱼呢。哎，告诉我，钓鱼我是专家呀。我陪你一块钓。谢谢好，那一会儿我钓什么咱们吃什么。我也是。 来，当心啊！是的，好，这边走。您先走。好好好。来，你当心滑啊！哎呀，怎么样？嗯，好漂亮。哦，对了，我去搞点饮料。我来，你也来帮忙。我来啊。 为什么要丢下我一个人？你不是答应我爸爸要好好照顾我吗？不要因为我做过的事情而否定我。我做错什么了？我只是为了保护我的男人不被别人抢走，我做错了吗？我知道你在心里面骂我狠，其实那些事情都不是我做的，真的不是我做的。 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好好解释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坐下来，好好谈一谈，好吗？哎，小飞，有件事儿，请你千万帮我一下忙。这个史大为他好像不太理我，我的那个投资计划，要不请你给我敲敲边鼓，怎么样？史大为对你的话是非常的相信，你替我美言几句，好不好？ 你看他们恶心的样子，你不要再对他痴心妄想了。在你消失的这段时间里，很多事情都改变了。他的身边已经有别的男人了。你大概不知道他出了名以后，他再也不是以前的方小平。当然了，他还是那个结婚狂，可以随时随地的答应任何男人的要求。 还包括那些不要脸的要求，他通通都答应了，
这样坐着已经多长时间了？3个小时了。接下去怎么办啊？总不能等到太阳下山吧？你就去陪他聊聊天嘛。嗯。这个聊天也要有应有答嘛。你看他那个样子，跟他聊他也不会说话，到时候又停止呼吸怎么办？你念诗给他听吗？他睡着了，我念给谁听啊？就算他睡着了或者昏迷，都会有感觉的。你要让他能够感觉到我们远离他的爱意啊。是吗？去吧。去了，恭喜，去。去吧，去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里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去吧，去吧，快去吧。给他听，他就这样，他会头昏了。看船来来去去，在指挥船啊。到各处去玩，包括一路，他态度也变了，他现在对我非常好。我知道，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走，这边又臭又乱，也不太适合你的身份。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我不想玩，也没有资格玩，更不屑和你一起玩。
随风去，将它无痕迹，所有快乐悲伤，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，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，不愿再承受，要把你忘记。小平，不愿再承受。小平啊，我想请个假。王浩让我过去陪陪他。你应该了解男人吗？而且他在外面流浪那么久，总是需要……你去去啊去啊，你去去。你真的不介意？那我可真的去了。安心去。那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我想你，我真的很想你。你知道这段时间我吃了很多苦吗？王浩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只要你能够原谅我，我什么都愿意改。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我可以什么都听你的。只要你能回到我身边来，什么都听我的。你现在马上离开这里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见面是老天爷的安排，我们重新在一起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我们永远都在一起。一切都过去，把我忘了。
小平，你睡着了没有？我进来了。小平，你睡了没有啊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才回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不知道，还好我去找他。王浩他呀，像火山爆发一样，热情的不得了。那种情况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。哎呦，我的骨架都快被他拆散了。其实今天王浩让我不要回来了，可是我毕竟拿了你的薪水，怎么可以为了安慰一个男人而忽略自己的工作呢？你说对不对啊，小平？我觉得好幸福，好幸福哦，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我和王浩都特别想听到好朋友的祝福，你愿意祝福我们吗？当然愿意啊。说几句吉祥话嘛。嗯，好。嗯，我祝你们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你是祝我们长长久久的在一起啊？你真好，小平。祝你做个好梦。拜拜，拜拜。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半哎，他这个手咋一直晃啊晃啊晃？什么意思啊？他想跳舞。跳舞？不是你们跟我说那个耿先生什么诗词歌赋样样精通，而且还很会跳舞吗？那。这是不是跳舞的动作？这么显而易见，他就是想跳舞重温旧梦。对呀，哎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你们三个人都没想通啊，真是一群猪脑袋。哎，说正经的啊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你们的动作可真该快点了，说不定这是老婆婆最后的探戈。老板，我们只是贴一些40年代的海报，为了增加气氛。你看这海报多漂亮啊！而且我保证用完之后会把它拿下来，你就不要加钱了。再说了，一个下午5000块也很贵了。对啊，一张50块了。我们还有几张？40张。贴不贴？贴。帮我提莫外资。我跟你说，唐人院男人婆今天大出血了，天哪，为止，天哪为止。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拿了我多少钱？每人1000块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们帮我奏一首歌，一首40年代的老歌。哎，男人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的场地费、租金费、服装费，还有这些海报费这么贵，钱从哪儿来啊？我已经向朋友借了，不要想这些，要想想阿婆会有多开心。好了，我们在这儿继续布置，你跟陶人燕去把阿婆接来吧。嗨，哎，陶人燕，东西放在这儿，走了走了。哦。不是说好了住2个晚上？
怎么突然之间要走了呢？我好失望啊。反正我们总有机会会再见面。哎，王浩，哎，他肯定是来送我的。又是王浩，臭皮子。哎，小平啊，你不是一直在找他吗？我是来跟你说再见的，难道连个再见都不愿意说吗？我会想你的。想留我又说不出口，臭小子，在这儿工作会不知道老板是谁？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太不够朋友了吧？哎呀，让你做这个工作，真是埋没人才。好了，收拾收拾东西，过来帮我吧。我公司里面任何职位随你挑，待遇随你说。我觉得不太合适吧？不准拒绝。不然你就是看不起我史大伟。犹豫什么？不想攀岩俯视，不愿意不劳而获，更不喜欢别人看不起你。我还不了解你，别的都没有，骨气一大把一大把。我跟你说好了，同样是挣钱打工，那你就不能同时帮帮老朋友的忙？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做我的司机，这样子我随时随地有个人可以聊天作伴，啊，完了你什么时候想通了，再换位置，就那么说定，就那么说定了啊！走走走走走。爱情的力量真的好伟大，他这样子都还能走呢。撑得住吗？不乐观哎，刚才他连遗言都交代了。交代遗言啊？那他交代什么呢？他说要跟你葬在一起。他说的是耿大少爷，没人会把你带走，没人要把你带走小姐，老不好意思了，今早阿拉搿搭舞厅被新耿的少爷抱来了，拿我来来来来来，你们两个班等客人走出去就行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快走！新桑小姐，我乐队准备了，准备来啊！欢迎您光临，小姐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搿小姐够漂亮啊，侬好，侬一定是耿少爷请来的贵宾，里向头请，最好的位置留给侬，小姐。
小姐，耿少爷等了侬交关辰光了，侬可以。这么好的地方，我可以邀请你跳一曲舞吗？要约歌星啊！过去的舞厅是有歌星唱歌哎。嘉华，你想像以前一样听歌星唱歌吗？哎，龙南，龙南，你过来，这个我心我再好，我唱给你听啊。浮云散。哎呀，你已经扮演服务员了，再扮演歌星会穿帮的。也对啊，可现在上哪儿找一个像样的歌星啊？那些无情无义的人又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名堂，哼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人呐，得学得聪明点，得学得同样的错误别犯第二次。你知道吗？早800年前我就告诉过自己，男人不可靠，女人也可靠不到哪儿去，最可靠的只有自己。什么患难之交，什么亲兄姐妹，嘿，对不起啊，别让我的情绪影响你的胃口，请吃啊，继续。现在这种情况怪谁呀？只能怪我自己，哼，放着自个儿挣钱自个儿享乐独来独往的日子不过，非要钻进去掏心掏肺的跟人家做朋友，人家不把你当回事也就算了，还一脚一脚的把你踩死，人心隔肚皮呀。不过你放心，犯一次错是傻，两次错是笨，第三次就是活该倒霉自找苦吃。我万林再笨再傻，也绝对不会蠢到这种地步。万林，有个事儿，有个事儿需要你帮忙。喂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吃这些东西？哇，这些点心糕点，你一直都说吃这些东西对于女人保持身材是致命的毒药。你就当我是在服毒自杀吧。你要不要坐下来一起陪葬啊？哎呀，我没时间了，我遇到麻烦事需要你帮忙啊。我也没空。我正在陪我的客人吃东西。哎呀，拜托，是老婆婆那边的事儿。哎，小平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要去度假几天的吗？哇，这么多甜点呀！小平，你要不要来一个？不许动！干嘛那么小气？嗯。真好吃，可惜有人没有心情吃。哎，我说你们今天都怎么了？一个个阴阳怪调的啊！婉玲啊，帮忙了，我们是在帮老婆婆圆她临终前的梦，让恭喜扮成她的初恋情人，跟她跳一曲探戈。但我们现在缺少一个仪态万千的歌手，关我什么事？是不关你的事儿，可是我希望你能够客串一下，撑撑场面，大家好姐妹嘛。什么好姐妹？我没听错吧？你们什么时候拿我当过好姐妹呀？万玲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那我该怎么说？被你们利用完了，再一脚踢开，然后我再追在你们屁股后面，笑嘻嘻地问：“
亲爱的好姐妹，我还有什么剩余价值啊？现在我知道了，让我去当歌女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早就看透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替别人去做嫁衣来糟蹋自己了。婉玲，我先不给你解释了，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你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那我去可不可以？哎，好啊好啊，没预算也好啊。去唱小毛驴跟人跳探戈舞啊！我告诉你，不是什么事情你都可以的。你以为这是去电视台糊弄人呢？你有首饰吗？你有漂亮衣服吗？你会跳舞吗？哎，婉玲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为了避免你也被他糟蹋，这个忙我帮了。给我一分钟，一切都搞定。小平，万玲的心情你也应该可以理解啊。不需要理解，你看他这个人说话尖酸刻薄，敢这么对小平，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还有那张脸又酸又恶，我们凭什么要忍受他呀？你不要在火上浇油了行吗？你这样会引起战争的，你知道吗？该来的总会来的，是不是啊，小平？我才不怕他呢，听到没有？我们老板说了，我们才不怕。好，好，好，讲不过你们。自不量力啊！哇，这个就是我想要的样子了。嗯，怎么样？比起你只会唱小毛驴的幼儿老师强多了吧？我有一头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，骑着去赶集。我手里拿着小皮鞭，我心里正得意。一不小心哗啦啦啦啦，摔了一身泥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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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真同情你啊！你在这儿根本就没有朋友啊！他们都在嘲笑你。就算你变成了一只凤凰，也是一只臭嘲笑的凤凰。可悲呀，可悲呀！来了来了来了，来来台，歌星来了，来来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来，怎么了？阿婆晕倒了。啊？他真的晕在这儿了，哎，他不会就这么死了吧？不，我可不要对着死人唱歌。哎，你为什么你胆子这么小？可以了吧？我们的意思已经到了嘛，为他做的已经够多了，他现在这个样，我跳不下去。外面我们走。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！这个事情已经做到一半了，不要中途而废，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，把这个事情。你怎么样嘛？你看那个样子，我难过，我会想哭吗？我跳不下去了，我不要。一切的一切。都在圆一个梦，老阿婆和情人不见不散的梦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，难道这么快就要放弃？如果你们的选择是没有梦，你们走吧。
我知道我的歌唱得不好，可是我会尽我的旋律把它唱好的，所以请你们配合我。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，红尘中的情缘，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，像是人世间的错，我前世流传的因果，众生的所有也不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，来来去难去，数十载的人世游，分一分聚难聚，爱与恨的千古愁，本应属于你的心，它依然护紧我胸口，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，来来去难去，数十载的人世游，分一分聚难聚，爱与恨的千古愁。于是不愿走的你，要告别已不见的我，至今世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，实在的人世游，分一分聚难聚，爱与恨的千古愁。陆南，你说那个文远现在是活着还是已经不在了？他会不会有一天回来呢？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阿婆的真情会永远留在这里。这个观众说他很喜欢看你的节目，很支持你，想要你的签名照片。帮我回个信给他，谢谢他。好。这个观众说看了你的节目以后，我们一定要今天回完全部的信吗？我现在脑子好乱呢。可是每天都有这么多来信，你要是想亲自回的话肯定会很累的。是不是王浩的事情影响了你啊？没想到我和王浩和好对你的打击这么大。不过没有办法，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嘛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那个意思啊，王浩本来就是你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好，如果万一有什么紧急的情况，你立刻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马上就过来。对，陶师傅，老婆婆的事情交给你们了，麻烦你了。哎，好，谢谢，再见。这位观众说看了你的节目，觉得你比粉红姐姐要好。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。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样孤单一辈子。天空越蔚
越多的时间。